为了推广个性向青梅产业，促销青梅加工制品，个性向农会连续两年伫南竿山举办一场卡青梅体验活动，吸引200位的亲子来参加。个性向农会希望透过活动举办，带动南竿社区产业营销以及九份里山的观光发展。个性向农会连续两年伫南竿山举办卡青梅活动，因为顶年办了非常成功，今年再度吸引200位亲子来参加。有去年经过就是这个食农教育体验的活动哈，我觉得对整个产业是很有加分，而且游客的那个回馈的那种热程度也非常高，所以今年大概元旦过后就陆续有游客一直询问这个活动什么时候开始。由国姓乡农会辅导有机梅园已经有70年的历史，尤其是通过中兴大学的有机认证，非常的不简单。今天农会跟我们的农民来去做这片有机认证的梅园，希望呢能够提升我们梅子的产量，因为那个质量上也做提升，然后对我们将来的消费者的食安问题呢更加的把关，所以希望透过这个活动让全台的好朋友知道国姓乡有一个这么样友善管理的梅园生产的梅子，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国姓乡农会结合有机梅园，不但是行销在地有机青梅产业，也推广食农教育，带动南竿山九份里山的观光旅游。因为要拿这个那么长又很重的竹竿敲一整天的那个梅树，所以呢，我觉得很累，敲一下子就很累了，何况还要敲一整天。所以我觉得采梅子的人真的很辛苦。我今天采梅子很开心，因为我有在这里玩躲猫猫，还有鬼抓人。因为清明年假的时候，小朋友那个不要一直玩手机，可以出来体验农村生活，跟那个可以把课本的教育落实到生活。一方面，让这些年轻的小朋友，他们也感受到早期农友在农这个梅园的个栽培过程上的一些辛苦，那食材得之不易。那尤其现阶段透过这样的一个采果体验，一方面也能够落实我们现在在推动的所谓食农教育的部分。国姓乡农会用心推广在地产业，未来希望有机青梅产业永续经营，带动社区观光旅游。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